猫的孕期是多少天？赵义强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内科专科医生。猫咪发情期一般为七天，一般建议在发情的第三天开始配种，一天一次，配四到五次即可。从最后一次配种日期开始算起。通常猫咪的怀孕妊娠期为61天到63天之间，但是因为怀孕母猫的个体不同，通常预产期会在60到65日上下浮动。极个别的猫咪妊娠期可以长达69天，因此在猫怀孕第40天到50天左右的时候，就需要给猫咪做腹部 B 超孕检和 X 光片孕检，通过孕检检查确定胎儿心跳是否健康，胎儿大小及胎位是否有异常。通过腹部 B 超孕检测量头顶径、头尾径，确定胎儿的预产期以及准确的妊娠期，这样方便主人提前做好生产准备。